睡觉，刚刚一直在处理各种事情，但是我今天专业还算晚的。因为我刚刚插了耳机来着，有声音，你们听不见我声音吗？你们听不见我声音啊？插着耳机在听歌来着，然后忘记把嘴巴对着耳机说话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报名了那个星梦演播厅了，因为这几天一直大家都在催着我报名，但是你们也知道，我是一个单细胞的脑子。然后，因为这个东西，他要，就是报名的时候要确定好你的演出形式，然后音乐、道具，什么都要先确定好。然后也不想敷衍嘛，所以就刚刚认真的想了一想，然后。反正刚刚报了，所以不用担心了。感觉大家都很担心这个事儿，但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去欧洲了，然后可能还要去找一个编舞老师，不知道能不能够找得到。啊。是不是？你们不知道我要去欧洲，对吧？哎呀，我的脑子呀，我的脑子呀！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呀，烦死了。对，我报名了那个新梦想演播厅了。因为在那边有个外务，是以前，就好像是以前录制节目的时候的一个姐姐。我今天其实很早就醒了，12点多就醒了，但一直在处理各种事儿，没有又睡一觉。感觉全世界各种人都在找我，处理各种事儿。戴萌姐妹跳了秀啊！我要去看一下，有录播吗？今天是戴萌姐妹生日公演来着，可是我的手机在电台来着，我要自己一个人看。我要自己看。
为什么都一直这么沉默？我很沉默吗？我在房间啊，我们房间就有火车经过的。嘿，我要看秀。他用的我的声音耶，好瘦哦。我真的爱死了，穿着这样子的红裙子，踩着这样高跟鞋的呆萌前辈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梦想也是有一天能够穿着这样子的大红裙子，踩着这样子的高跟鞋。所以你们知道，我不行的，我不行的。我真的不行的。啊，我刚刚很痴汉吗？
太厉害了。红裙子的照片吗？红裙子的照片其实是拍，本来是拍红白歌会的那个宣传的时候穿的那套衣服，然后就让别人给我拍了两张而已，就两张，两三张而已。他们是不是也喜欢我呀？他们用的我的声音耶。我又自恋了。你们不要告诉他们，太丢人了。我就是自己自恋一下下。我最近瘦不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我看见瘦瘦的女孩子就特别羡慕。我以前熬夜就会变瘦，现在熬夜怎么那么胖呀？太丢人了吧！当众打喷嚏，你们听到哐哐哐的声音了吗？他今天还放小了。我的房间有时候跟睡在大马路上似的。不知道要聊什么，就是刚刚处理完了几件事，就想来跟你们聊会儿天。我声音很虚吗？可能我本来想死两天的，真的，我本来打算的就是四二就过完了，我要死两天，一动不动的瘫两天，谁也别找我，谁也不要让我说话。结果今天一睁眼就在处理各种事。根本就没办法死两天，连一天都死不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人生活着不好吗？
为什么要死呢？对吧？活生生的才是我呀。我演播厅报名了呀，但是可能要从欧洲回来，才能开始去准备。五月份其实也挺忙的，运动会上那首运动服表演叫什么？叫先锋号角。是不是跳得很难的那首歌？我觉得我最近活得越来越像个男的了，就感觉就是特别是录那个立那个 MV 的歌的时候，因为就一直我后面的那个高音刘书贤说一直都不知道是我唱的，我们之前歌曲出来的时候我们最先听到的嘛，然后在跳舞的时候也一直在就是在听，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是我，就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，反正刘书贤说他一直不知道是我唱的，看了 MV 才知道是我唱的，他说一点都不像我的声音。我之前，但是还好吧，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挺就是挺多样化的，但是也应该会很明显是我的声音吧。其实我唱歌的时候我的声音塑造力很高的哟，跟你们说。我也觉得很明显，但是他们不了解我。哇，陆丽的时候全程是就是嘶吼着，就是跟平时唱那种音调比较高的可爱的歌不一样，就是压在胸里面，压在胸腔里，像男孩子一样。我们老师说你就觉得你是个摇滚男孩，然后就像男孩子一样在唱歌。其实还有一个忘记录了，当时我给你们听，有一个特别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，那个也是我唱的。来了啊！这个啊，也是我唱的。你们有听出来吗？这个，这里你们有听出来吗？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，你们听听。你们都不听
曲里面的这些细节的东西啊。当时录读镜的时候只记得那个地方的，不忘记这个地方就没有录。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我们以前很多歌我都录了，类似于像这种合音，对，其实应该整统的来说都是合音嘛，因为都是跟主旋律不一样的旋律，很多歌我都录了这种，但是可能以前会就是把它当成合音，类似于合音，就是纯合音，就是把声音往小了拉，主要还是主旋律为主。这一次老师就是有特意把它调出来，就是放在主旋律上面。看来你们都没有很认真听我们的歌哦。还有，其实还有那个第一首我们的 Beer Fighter 也有一段，也是最后一段副歌也有一段。青春间不间那个是和美军的，和美军两个人也有一段。我最喜欢录单曲了，因为录单曲的时候，我们录单曲的老师会在录音棚，就是让我尝试很多的这种跟主旋律不一样的合音。一般歌曲的最后一段副歌会尝试，可能歌词是一样的，但是听法不一样。而且我们那个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感觉可能是北京公司没有男团，所以把我们越来越养成了男团。你们知道扛那个船，我不是有段时间说我腰有问题吗？你们记得吗？就是扛那个船扛的，因为我又矮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像这种大家一排一排人，然后我就我矮，他的重量就都会往我身上压。就我本来觉得我矮，大家在上面顶着，我就可能就没那么大压力了，但是谁知道扛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们要扛着走，然后那个路有一段下坡，然后而且我又在最前面，然后它就会斜过来，然后哇，我真的觉得我的腰又断了。第一次，那是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腰疼。那几天真的把自己当男孩子在活用。不过我不想当男孩子，我觉得还是要活成那种文静的女孩子。我怎么会慢慢的活成男孩子的样子了？那个是真的船，我们后来划的就是那个我们扛的船。我可能要去多看一看以前可爱的自己，寻找一下少女的气息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就是也是拍 MV 的时候嘛，然后跟
跟孙安山那一段，就是我把他拉起来。其实后面，因为拍的时候是会拍很多的，剪可能就会剪一点点。然后当时是拍我要安慰他，没事没事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先就是以自己的状态拍了一段，然后我们那导演就说你好可怕呀，你为什么那么可怕？我们是一个少女偶像的 MV，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少女一点？然后我不信，我跟他杠，我说我就是少女偶像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你能不能够少女一点？然后后来，杠精的我去了监视器看了一遍回放，我说好吧，我错了，导演，我尽量演的少女一点。然后我就很崩溃。我说我怎么什么时候活成了这样的少女感都需要演了？我以前明明是一个少女感满满的少女偶像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很难过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你们老是叫我段哥，段哥，你不要叫我段哥了。我们经纪人姐姐也叫我段哥，为什么要叫我段哥？明明是个女孩子，你为什么叫我段哥？我以后都怪我们公演。真的都怪我们公演，不觉得我们公演这场公演都很男孩子吗？我以后要女孩子跳这些舞，那怎么跳啊？就不能叫我段小妹吗？为什么要叫我段姐？我决定了。我要多去看一下以前的自己，找一找以前那份羞涩感。不，我以前是真的挺容易羞涩的，因为跟你们不熟，就跟你们不熟的时候会羞涩。我现在觉得跟你们熟了，就脸皮厚了。我知道原因了，因为我脸皮变厚了。对，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不要那么熟，让我活得少女一点，好吧？哼，我觉得太熟了不好，太熟了我就肆无忌惮了。错了，肆无忌惮。作为网友来说，也很熟了呀，都认识那么长时间，我下一次要用另外一种身份，重新跟你们见面。我发现我真的在生人面前就很那个啥。哎呦，太烦了。不要活得跟男孩子一样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要消失一段时间。我发现，如果我很久很久没跟你们见面的话，我也会变羞涩的。
对吧？像我那一次过完年回来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你们的话，我就会变羞涩，对吧？你们先说是不是嘛？那你们要是很长时间没有看见我的话，再看见我，我再看见你们，我就会不好意思了，对吧？反正我现在也要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要消失半个月呢。我要去参加外务啊。我其实真的挺想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想要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人吧，过一段日子，得总结一下，不然活着活着就歪了。你看我活着活着就变男孩子了。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吾日三省吾身。早上吃饭了没？中午吃饱了没？晚上吃夜宵了没？我说歪了。Uiyuiyuiy， 嗯，就是好好的一个少女偶像，变男孩子了，不想活得跟个男孩子一样。我的本质还是很少女的。你们好烦哦！我跟你们说，我有办卡啦！
按头的卡，按头的，就是本来打算都不在那儿办卡了，但是那天按完，之后头特别疼，我就让他给我按头了。对呀、啊。就是头部按摩，觉得我后来我决定要办按头卡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经常按头会活着久一点。小时候外婆不也这么说吗？你经常做头部按摩的话，用梳子反着梳头的话，你可以活的时间长一点。我想活的时间长一点。为了我的寿命才办的这张卡。感觉脑子一下放松下来了，虽然还是要想挺多事儿的，但是就一下子放松下来了。然后很多放松下来之后呢，很多以前没想的事儿就出来了。我这几天窗户一直打开的，我觉得这几天的风都挺舒服的，是吧？跟我妈一样，我妈每天给我发微信，什么几点钟到几点钟是排毒时间，几点钟到几点钟是什么排毒时间，你几点钟要是没睡，你的什么肾脏就会受不了，你几点钟要是没睡，你就怎么样。真的，你们越来越活得像我妈妈了，太惨了，犯个偶像还要提前感受养娃的感觉，你们太惨了。然后偏偏我还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那你们以后要是有阴影了，不肯生孩子了怎么办？我妈那天说想我，我妈那天真的说想我，她说想来北京，但是我要出门了，所以没让她来。
真的，你们什么时候要是都生孩子了，然后抱着孩子来看我们公演。要是我的粉丝，就要是我所有粉丝都有孩子的话，我就六一的时候给你们所有人的孩子办一个六一公演，给他们唱儿歌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小燕子穿花衣，连年春天来这里。什么呀？我们不唱吵的歌，我们给他们哼唱儿歌，我们带他们玩儿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以前带小孩子跳舞的，真的，我以前真的是带小孩子跳舞的，我以前可厉害了，我们班小孩子都喜欢。儿童节特殊公演，只有带娃的才能进来看，借亲戚的娃也算。你找亲戚借个娃来，然后来看公演，必须人手一个娃。像你们昨天300个拨浪鼓一样，300个孩子大哭。然后一说，大家好，我是 BH48 天兵的戴雨轩，谁会记得最难的习题？啊！感觉自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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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啊！用哭声代替口声。真的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动画，我觉得。画面肯定很不错。这个动画是这样的 ，BH48 的六一特殊公演，就是镜头从门口的易拉宝扫起，然后。扫完这个标题之后，扫到旁边那个说明，进场人员必须人手一娃，不是自己的娃，借亲戚的娃也行。然后镜头再一转，转到你们大家在路边借娃。你好，你的孩子可以借我带他去看一下公演吗？然后反正就是把这个场景完了之后，然后镜头就转到后台，大家都在精心打扮，六一准备六一特殊公演，然后大家打扮都是打扮的那种，什么婴儿装啊什么这样之类的，就把自己打扮成那种要哄孩子的，然后镜头再一转，公演开始，然后这时候镜头扫射。
台下300多个人，人手一个娃，人手抱着一个娃，有的娃在哭，然后有的人在哄他，然后有的人在拿着波浪，拿着波浪鼓在吼他，然后后来就唱歌，小燕子妈妈妈穿花衣，年年春天在这里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动画肯定特别有意思，对吧？然后，这其中有一个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小孩儿，就吸着奶嘴呢，但是看着台上，突然眼放光芒。因为他刚才在哭嘛，然后内眼婆什么的，那个字怎么念忘了，然后突然他找到了他的梦想，未来我也要站上这个舞台，成为和这些姐姐一样优秀的人。于是这个影片就随着这个小孩子开展起来，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代少女偶像追梦的故事。哇，这个剧本不错吧？我小时候可文静了。什么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现在也还是可能你们太喜欢我，我在你们面前太放松了。唉，这就是被宠坏了。是挺好的，但是我也不想变成个男孩子的样子呀。作为我的粉丝，一定要躲 M 属性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很凶吗？你这样就是在说我很凶。我又凶又作，是吧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又凶又作，我不跟你们说话了。对啊，你看你说我可怕。我知道，你们不要哄我，我知道。我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我们队的数的。我什么都知道。
你们嫌弃我，我也知道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行了，你们既然不想跟我说话，我就挂了吧。好吧。什么时候去外屋？可能直接从上海去外屋了。就明天是后天，后天出发去上海嘛，然后去上海，上海的事情完了之后就直接去外屋了。嗯，然后很长时间不会见面，你们要好好的保重自己，你们要放宽心。不要生气，不要悲伤，不要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就白了头。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变化的太大，不然认不出你们了怎么办？你们说真的，万一我要是走了之后，然后这个地方发生了时空改变。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其实已经过去了50年，怎么办呀？在我下了飞机那一刻，发现这个地方已经变了，然后你们都变得特别特别老，特别特别老，然后你们都不认识我。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我是段奕璇啊，然后我们就想了很久啊，段奕璇，我记得他。我回来的时候我还是这副样子，因为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回来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你们就是我进了那个时间黑洞嘛，然后就是你们以为我失踪了那会儿，但是就一直没有我的消息，然后你们很难过来着，但是久而久之
你们也回到了自己的生活，因为人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不过任何的。然后等你们若干年后，50年后，你们都儿女满堂，然后偶尔会经过悠唐广场，那个时候已经200多期了吧，但是你们因为我的原因再也不踏入那个伤心地了。好像太绝情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偶尔也会进去看一眼，但是会想起当年掉入时空黑洞的这个人。然后你们去买菜，当你们在那边买菜的时候，我突然下了飞机回来了，然后因为你们一下子，哦，对，你们不知道我掉黑洞了，你们就以为我失踪了。那我看见，后来我看见你们之后，然后你们就是一群拄着拐杖的老奶奶、老头子。我真的要是穿越时空了怎么办？讲道理，我这个脑子要是进行一些文学创作还是挺好的，我脑子还是挺好使的。好了，我真的挂了，感觉跟你们聊了一会儿天，心情放松多了，我要挂了。拜拜。再见，再见，虽然我很不想说再见，但是总是要再见，总是要说再见，再见。